健康好简单。我是慧文，我是马里欧。哎，这个你应该比我经验嘛。其实我很反对人家喝酒。哦，这个对喝酒不是什么好事情，但也不是什么坏事情。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不要过量就好了。真的可以这样讲吗？其实有时候啊，大家都错解了这个什么小酌怡情，因为照这个标准很难定立。不要给自己找借口，我今天找来三位专家，就是要好好告诉你，其实酒真的不要碰。但问题是啊，问题有时候真的要应酬，不要说男生，有时候我们也是工作上需要有一点点应酬。对了，那看到底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，保护我们的健康？来介绍基因营养师宇朱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加基因应酬要喝酒，记得别毁掉你的健康哦。还有资深媒体人罗有志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商务专家王建立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老师在讲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对对，很多人都没有听。没错，这个对啊，这个喝酒的造成了很多这个社会的这些案件，还有很多遗憾啊，浪费了很多社会资源。我个人就非常非常的反对与生气。你是讲真的还假的？我是讲。你每次讲正经话，我都搞不懂。我虽然很会脸笑为啊，就是喜欢这样开玩笑，可是我对于酒驾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我们政府没有尽到力啊。真的啊，你没有做出一个严惩，所以永远一直你打开新闻，每天都会有酒驾的事情，都会撞死人，都有车祸，都不怕，对，还都不怕。哎，其实我们有罚了，对不对？怎么那个？有罚90,000那么多？看起来好像马六自己有被这种经验。我承认，我承认我有2次酒驾的经验，新闻听到很大。但是但是我没有理由，我没有理由啊。但是我都是骑摩托车，但是稍微喝多一点点啊。这两次其实让我难过，就第一个就是金钱上的损失嘛。两次加起来大概罚了大概10万块。天哪，这好多钱！一次4万多，一次6万多。哎，可能有些人3-4个月的薪水就没了。当然啊，最难过的是。我被抓到之后是没有媒体来采访，没有人知道我酒驾，难过啊，没有新闻点，我也想道歉啊，没办法。重点是你想道歉，酒驾绝对不是好事。他想要跟大家道歉，怎么大家没有来拍他？是不是啊？想要出名一下。对，就是我也想道歉啊，就是没，而且很奇怪哦，一被抓到这个大概0.5以下的哈，就是哎，当然有点微醺，一被抓到。然后一吹，一没过，醒了，马上醒了，对，这很奇怪。那是真的醒还是假的醒啊？真的醒，真的醒，吓醒了，吓醒，惊掉啊！对啊，所以我从那个时候，我有自己发誓说，我再也不要酒驾了。对，而且我是没有出事的，我就是只是被临检。出事还得了？对啊，当然。出事媒体就真的来采访你了。当然，真的要道歉，喝酒不应该，不可以开车。可是有时候真的不小心要应酬哦，没办法。我觉得我每次播到这种酒驾的新闻，我觉得你害自己就算了。其实都不是害到自己，都害到别人。真的，那你还好意思说？就有本事就自己去撞，你也不要去造成人家家庭的破碎。对，这个很要不得。可是偏偏这种情况都是他们会过度有自信，他会觉得我还是很清醒，我还是可以。但是往往很多悲剧都是这样造成。对啊，很多游泳溺毙的都是游泳健将啊。确实。对啊，他跳下去他就自己就下去了。对。但是我被临检之后，那次总共你说你罚了2次10万，两次加起来一次就10万。对，然后因为他。你20万，不要太多了，20万，对，因为0.86，那个移送法办的。因为你那个真的，可能你都不晓得自己的人在哪里了。我要先吊扣驾照，然后再吊销驾照。啊！后来我那时候本来很生气哦，对那个。你还什么好生气的？我本来还要找他麻烦，你知道？后来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哈，过了一年之后，然后后来有一个算命师看到我这样，然后他告诉我说，你怎么现在还活着？我说怎么了吗？他说我看你的脸应该已经死了，应该死一年了。他说：“你怎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？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可以告诉我这一年发生什么事。”那我说：“我一年前呢，曾经被酒醉驾车拦截过2次，我现在要找那个警察报仇。”他说：“你报仇，你要谢谢他。”对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如果我算的没错，他是一个那个会看未来的人。他说，如果我算的没错，你再往前再开个500公尺以内，你不是撞死人，就自己撞死。”他说他看到了这个现象，他说你不但不应该要对这警察生气，你要谢谢他，救了你一命。他说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以后有机会要去多宣导，不要喝酒开车。对，那你今天要好好的宣导一下，是，你也要好好的道歉一下，都没有人来采访我。郑丽。那因为酒驾我自己没有，我还以为他也要，我没有酒驾，他自己知道大概比不过啊，0.81啊，不要讲了，讲了更小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比？因为我以前喝酒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是每次只要有的喝，
一定喝到，不要说开车了，路都走不动。你也喝到吗？醒来就在人行道，真的假的？怎么那个扫地的那个阿伯啊？那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没有人来捡尸。哎呦，长得这种捡了回去干什么？捡回去。捡回去还定义嘞，不知道靠在福马林里面。所以我是真的没有酒驾问题，可是因为以前常喝酒，喝到真的是常做出一些很蠢的事情，而且有时候喝完醒来啊，全身都呕气，自己摔自己摔的。然后后来都是去人家店里面看那个监视器，因为想说是被打还是怎么样，都是从楼梯上滚下来。哦，我还以为仇家来找你，那我们太单纯了。喝酒哈，真的不能喝醉。嗯，喝酒了就千万不要开车，但是你平常没开车，你说没开车我乱喝吧也不行，就尽量都不要喝醉。哦，可是有时候真的麻烦就是有应酬。对，好，老板都拿到你面前，没礼貌，没礼貌，有时候对呀、啊，你不喝不够朋友了，你买的买啊，算了算了，这种有时候老板你生意不用做了，这样对，其实还是会有这样的压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有没有什么好方法？其实没办法，那个时候那个当下那个节骨眼就是喝了。啊，我在去年才辞掉我酒吧的工作啊，酒吧原来你是酒国出身，我做酒吧做14年了。天哪，我是个调酒师，我怎么当然也有调酒师不喝酒。但是你不喝酒就从头到尾都不喝酒，可是你只要喝了这一杯，后面就有2、3、4、5、6到99杯，对，所以你躲不过，因为人家会客人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跟他喝你不跟我喝，你看不起我吗？而且 喝酒的人你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的，他听不懂，我懂。那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我，所以我很有喝酒的经验，还有很多喝酒的不好的回忆。哦，其实说到这个，有些人他就会测试一些方法。对，怎么就是我们当然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自己多醉啊。对，因为喝醉人很奇怪哦，喝酒人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喝过量，他总觉得还可以。还可以，可是等到你过了一个临界点之后，那个醉是马上就不省人事。对，他不是慢慢的，不是，他是我有喝过，我一下子就昏倒了，就没有记忆了。然后下次起来就我昨天怎么会这样？真的很长。对，在日本那个地铁最多，因为我老婆是日本人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常去日本，然后她回去看日本的地铁里面看到的都是尸体，真的都是。我跟你讲，我还特别请那个我太太去上面帮我抓照片，你知道？你看这个人哈，他躺在那个地铁里面。他脚还踩，人家脚还踩在他头上啊！那怎么会这样？这就你讲的不省人事啊！他最后一关他已经不晓得他是什么状况了，躺那边人家踩，看，睡成这个样子，在地铁里面，在地铁里面，这从日本的网站，我请那个家人帮我当落下来，你看他直接直接睡成这个样子。因为我朋友他说在日本啊，上班族的压力好大，真的很大。他们一下班就是会啾说，来喝一下，喝一下，就是居酒屋喝一下。他说常常看到很多在旁边外面尿尿的。还有吐的，还有睡在旁边。他说有，日本的女孩子很奇怪，她觉得老公如果今天没应酬，是很丢脸。太早回家，表示你混得不好，表示你今天没有人缘，工作效果不好。可是还好我们在台湾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我也会。这个是你。等一下，像你那个方法，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，到底要怎么样？如果可以，当然不要喝。但是万一拒绝不了，又该怎么样来自保？对不对？有方法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关心。我跟他的关系其实说实在是之前就是朋友，他现在也变成是这个同事，因为他是做一些电子商务这一块的一个业务的部分，所以要常常跟一些各个平台的一些主管啊去 social， 所以变成常常都要去应酬。喝醉之后其实都酒品非常不好，讲话又很大声，然后也常常在那边吐，然后东西都掉东掉西，然后我常常都帮他收拾这个善后的部分，其实也造成我非常大的一个困扰。就是有一次，他可能跟一个平台的一个主管去 KTV 这边喝酒，然后喝完酒之后，可能又因为他们可能肚子饿，又跑去喝吃热炒，所以造成他其实那时候已经状况其实没那么好，可能已经喝醉了，但是又没有其他朋友，他就打电话给我。那我其实一开始是否决，我不想他去的，但是没办法，他是我朋友，我就想要过去。那过去发现的话，他其实整个已经不省人事，然后我还把他背回家。他把我吐的全身都是，我不太了解，因为他曾经有跟我讲说他最近有在吃一些东西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吃什么东西，因为他也没跟我说。最近这几次的应酬喝酒，我觉得他的酒量有差很多，然后在酒品上面也有感觉有一些改善的部分。智慧
健康好简单。我是慧文，我是马刘。好，我刚听你们讲都帮了，忘了讲这个绿汁，居然可以喝了，会测出酒精的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哎，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位来宾吴维明，维明，你就是喝了吃了荔枝吗？变成这样懵皮啊，假的，会有一点点懵这样子。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对啊，很特别。可是没想到荔枝的，哎，他还真的是吃完之后会有点懵的感觉。你是吃太多吧？我那么爱吃，我都没有。有可能哦。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？你应该不是啦，你应该是酒喝多了啦。是啊，我们这边他也是刚刚偷喝了几杯才这样。所以你也是喜欢小酌。我们平常都放，因为我们是做业务的工作。哦，业务一定要接触厂商啊，这些啊，客户啊，都要讨好，一定是酒他少不了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平常有时候下班的时候，因为压力的关系啊，大家总是会聚在一起，然后或者是应酬的时候，也总是需要喝个一两杯啦。嗯，这个很怪哦，做业务的。对。今天业务跑得不好，哎，喝一下喝一下。今天，哎呀，很差。然后结果今天谈到大案子，哎。大案子哎，也庆祝一下，总是要喝，总是好也喝，不好也喝。哦，那这样子，那你的身体好吗？这样子，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大家为了要拼生活，那所以总是要还是要努力的喝一下。可是慢慢对身体真的是有差。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年轻 ？OK， 你现在也很年轻啦。没有啦，就是一开始喝的时候呢，就是总是觉得说啊，自己年轻体力比较好嘛，对。那所以那时候喝的时候，总是觉得说，哎，晚上的时候就是体力很好，没有关系。可是久了之后，我发现哈，只要有时候一开始喝一两杯，瞬间就会慢慢的就直接忙。有差了，这真的有差。哎，这边有几位都点头，哎，这个一定有差的。以前我在义工队，义工队在跳舞，体力很好的，代谢很快。我老实讲，那个时候我是可以醉完之后吐完再来，没有问题的。吐才刚刚吐完，继续拼再来，哇。那我大概可以喝到大概一个人可以喝到一瓶 whisky， 哇，这酒量很好，对不对？就不吐还可以，但是会有点懵。但现在不行，现在大概就是大概两米杯一杯就已经有退，而且太久没有喝了，所以就会退化。他这样在糟蹋自己的身体，对不？确实是因为其实我们喝酒进去之后，最首当其冲是肝脏要代谢我们的酒精。那因为年纪越大，其实我们肝脏这种代谢的能力其实会慢慢下降，所以很多像以前你可以喝一瓶威士忌，算是非常非常厉害。对，那时候很壮。但是其实真的不要这样喝哈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每天都一定要喝威士忌，你知道他严重到就是每天一定要喝才能睡觉，不喝就睡不着。那个就酒精中毒。是中毒，因为他去做牙齿，他要打三根麻药。哇，我就是这样子啊，我就是这样。你也是。因为那时候我就刚刚跟大家讲说我在做酒吧嘛，酒吧每天。喝都会醉了，只是醉的程度。我要拔智齿，打四支啊。他问你，更多他问你说，会不会痛？对，他就说你有没有感觉？我说还是有感觉。再打，因为你对那个麻药的抗性已经很强了。对，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但这个非常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如果你剂量再增加，它有可能会致命哦。所以其实这是会非常危险的。哦，麻药的部分。喝酒，你看还会发胖，加速老化。是啊，因为其实我们刚讲的，除了喝酒它会让你肝脏造成负担之外，对，其实酒精也是热量。酒精的热量一克是七卡，等同于是像喝油一样，因为油一克是九卡嘛，所以我都想说喝酒等于喝油。因为啤酒就是液体面包，对啊。所以很多人如果说你常喝酒，有没有发现肚子会越来越大？啤酒肚，对，啤酒肚就是这样。一定有。然后还有就是酒精过多，肝脏来不及代谢，其实它会加速我们身体的氧化压力，你就会容易变老啊。看在你的脸上吗？对，我今天哎，糟糕哈，待会补个粉啊，来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有很多人呢，可能一开始都只是小酌，但是越喝那个剂量会越大，就变成会有成瘾的问题。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有酗酒的习惯，但是可能他自己不知道。哦，这个倒是这个我们倒是还好，是还蛮多的。对，我不喝酒其实是 OK 的，没问题。只是某些场合喝酒可以助兴，对，就小酌可以啦。对啊，去唱个歌，你说喝彭大海，高音唱不上去啊。哎呀，有时候飙高音说，哎，喝一点小酒，然后会比较舒服。可是真的可以吗？我觉得这好像骗人的，对不对？这是真的。没有，我听说过。对，助兴是可以，但是最严重的是它可能会增加你罹患癌症的一些风险。我觉得健康是比较重要。我听过的是说喝酒比较容易好睡，那我有试过，可是我发现其实好像没有。那到底是人家讲的错，还是我自己喝的不够多？量呢？量是看那个量。哎，我们有专家，有自己担子，你先听问专家跟我好。就是大家对于喝酒都有一些很奇怪，很就是。很奇怪的偏见存在，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子。我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喝酒的时候，我觉得
喝酒就好处很多啊，好像我们的喝酒有助睡眠嘛，喝醉了嘛就睡了，对啊，那喝醉了就睡啦，对，那可是反过来讲，那你问题是喝酒你睡着，可是你隔天会宿醉啊，对，头会痛。对，就是我们想说早点睡，总是希望明天起来精神好嘛。嗯，那你喝了以后，就是隔天就是昏昏沉沉、恍神、脑袋不清，那样也不好。那另外一个，喝酒有助于唱歌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应该就是说错的啊。可是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真的，这个应该是说，我觉得是真的。没有，这个要看一下。你说这些有名的这些三大男高音好了，你说这些声乐家，他哪一个喝酒？也对哈，这个你说这些知名歌手，其实说在喝，觉得喝酒会开嗓的哈，都只是我们这些一般人啊。你看真正唱歌唱将级的，好都不喝酒的。好，那没关系，那可能我朋友是例外。我有个朋友是专门在模仿邓丽君唱歌的，小邓，他是专门模仿邓丽，他是专业歌手，他开唱前他都会喝点啤酒，可是那就是少，很少的。好。很少，他是外星人，继续，没有关系。然后另外喝酒暖身，那这个就是这个错，暖身你什么？你就开合跳啊，伏地挺身你就跑步就可以暖身，你干嘛要喝酒来暖身？那另外一个喝酒会脸红啊，这个其实这个误解就更大，错，因为喝酒你脸会不会红，其实跟你先天。你的肝脏分泌一些酵素是有关的，对，就是先天。对，这个我知道。对，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喝酒容易脸红，他是觉得这是个好借口，因为他就是讲，就有些人不爱喝，啊，你又逼他喝，他脸红了，他说啊，我醉了，就装醉来闪酒，那这样是 OK。那混酒比较容易醉，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解。是吗？其实是哦，可能会跳出来。没有，是这个我以我这个当吧台的经验，其实混酒容易醉是真的。我们都要讲。混酒比较容易醉，我们反过来说是，那不混酒就比较不容易醉吗？这也难说，重点还是你喝的量。哦，你说人家说长岛冰茶容易醉，对，这个当过八天有五种酒在里面，内行的。对，问题是因为长岛冰茶那么大一杯嘛，而且它又甜甜的，你一定喝很猛。哦，对，那么大一杯，不管什么酒啦，混不混都一样，那么大杯喝下去不醉很难。那另外就是酒量可以越练越，哎，对，这个。对啊，这是对的。我自己也这样觉得。这其实是对的。但是，哎，那你为什么写上面？还没讲完嘛。但是呢，其实是对的。你酒量越练越好，但是你的身体越来越差。对啦，对，所以你不能去追求说，哎，我就是，哎，酒量越练越好。那是不是没有副作用？我就一直练，但其实对你的身体伤害越来越大，因为你的身体是你可以喝的比较多酒，但是你还是要代谢它。对吧？那你越练越好，你喝越多，就像喝农药，你说喝农药，你说一小瓶盖变成喝一瓶，这样对身体就是伤害越来越重。这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其实我没有办法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不对的，但是我可以证明，就是如果你为了训练这个酒量哈，多喝酒，真的在社会新闻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卢的事情。不要说社会新闻，说不定我们这现场的几位来宾，那男性来宾，我跟朱青是不碰的啦。我们现场的几位男性来宾可能都有出过糗哦，待会就来听听，还有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，马上回来。你有快乐的基因吗？据调查，中港台很多人都有不快乐的倾向。那么其实快乐跟天生基因有关系，具有 A 等位基因的人呢，其实天生会比较容易有开心的心情，所以想要了解你是不是有天生快乐的基因，做基因检测就知道。健康好简单，我是慧文，我是马里奥。哎，刚刚提到这个，我们就讲哎，什么酒，就是训练酒量，其实酒喝多了真的糗态百出。那年轻一点的应该比较少一点，比较乖一点，会不会？很难说，会狡骗人。对啊，我们当然也是有在喝酒嘛。那喝酒的时候最怕就是大家拱人喝酒。对，那如果拱人喝酒的时候，哇，那时候一个人被拱出来，在前面大家面前，你又不能不喝，结果你一喝呢，就一定是灌一两瓶。逛完之后，最怕就是吐，对，一吐一整个沙发都是，哇，那个真的是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吐哦，你刚灌完吐还舒服嘞，你不要第二天醒来再吐，那才痛苦。
真的，你刚灌完哈，吐就是只是酒进去就出来，而且那个清起来还没有那么味道那么重。你经过几个小时发酵之后再吐出来，那个是味道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所以喝酒，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你不晓得后果。对，而且常常又喝酒了，就一大堆的那种，像刚刚维明讲的一大堆那种拱酒，就是你我喝这么多，那你一定要跟我喝那么多。对，如果没喝那么多，就然后还有人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上班，然后你可能在那边醉醺醺的嘛，业务，然后旁边的人搞得够啊，你够还能够跟你忙哦。啊，多喝几杯回魂酒，回魂酒，再喝一杯马上好啊，以毒攻毒啊，啊，结果呢？结果这个是反而更惨而已啊，更惨。常常就你看那个记者旁边，那大家那个第二天社会记者出来，都在那上班都还这样子。不要，我们桌下墙壁都有一瓶酒，那再倒一杯。我给他鬼都马屁流鼻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然后真的会好，就突然就哇，精神好好。那我就可能要问朱青，真的吗？就装得很好，然后可是到下班的时候，就像刚。马里奥讲的那个会继续吐，对，然后继续脱水，更严重，然后更不舒服，然后整个好像肝啊那种胃啊全部被掏空一样，然后你要喝大量的水，一直喝一直喝一直补，然后就一直吐，一直喝，已经吐到没有东西了，对，都没有东西，干呕，然后胆汁都出来了。人家说回魂酒非常伤肝，是吗？非常，其实你已经在酒精浓度很高的情况之下，你又再加酒精进来，其实对肝脏的负担是伤上加伤的，就是雪上加霜。其实有一些方法可以解决一些宿醉的，就是就营养学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其实我讲的是隔天哦，不是酒醉当下。对，因为我看到你冲热水澡，我记得我有一次泡温泉，不行，对我发现很糟哎，我才喝一小杯，你一泡温泉还喝。那有可能暴毙，我有吓到，我有吓到，是隔天，我们讲是隔天解宿醉的问题，因为这是酒后不适的这种感觉。你当下很醉的情况之下，千万不要洗热水澡，因为那个血压会瞬间太高。对，那我们讲的是缓解宿醉这件事情，因为宿醉它不会要你的命，但是头痛起来真的是你可能一整天都没办法上班。那冲个热水澡，它是可以加速你的血液循环代谢。然后还有就是喝一点点果汁。什么果汁都可以，对，天然的果汁，只要是有含糖的就好，一点点，不要太甜，就是主要是要补充你的水分。我朋友跟我讲说，喝甘蔗汁很有效。咦，有人这样说，因为它的糖分可以让你分解酒精，比较快。对，但最主要韩国人喝蜂蜜，对，蜂蜜，它这边蜂蜜柠檬水。对，因为最主要是我们酒精其实会让你的细胞脱水，对，你必须要让你的身体的血液跟细胞都要有水分，这样代谢酒精的速度会再更快一点。再来就是隔天尽量吃比较清淡的食物，或是喝一点热汤。做不到，这个会想要吃更咸的。你要因为你舌头有点麻痹，其实味觉会有点丧失。我那时候宿醉第二天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食欲，很多人是没有食欲，但是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补充一点热量，这样子你身体的新陈代谢会比较快。那除了这样之外，你再补充一点 B 群，B 群是有帮助的，因为 B 群它也是可以调节我们肝脏对运作的这个能力，包括血液循环、新陈代谢都会变好。我可以问我的坏习惯吗？我宿醉，我第二天一定要灌半瓶的牛奶，冰牛奶，牛奶冰越好，越冰，牛奶可以，牛奶可以，因为牛奶还有蛋白质哦，对，蛋白质也是让你肌肉各方面恢复活力的一个方式。这怎么听起来好像人家中毒的时候在使用的哦？解毒确实是啊，因为中毒，我们解毒的时候会喝牛奶，原因是因为我们肝脏每天要处理500多种酵素。那这个时候其实有好的蛋白质进来，其实是有帮助肝脏的运作哦。不过刚刚有讲到这些方法，应该都是要那个缓解宿醉好太太啊，要有好太太的照顾。你一直说，不过其实喝酒哦，像我自己，我朋友哦，他也发生一个经验，他就是呢，他也是喝了酒回家啊，有点醉了，回家就往椅子上一躺，然后太太很贤惠来照顾他，哎呀，老公、啊，你今天怎么弄到这么晚啊？什么？然后我要热毛巾拿来，然后太太就想说，这好像真的蛮严重，就拿热毛巾给他，然后给他敷以后说，你动作怎么那么慢啊？你是啊，晚上不想带出场了是不是？对，老婆听到这边哦，直接把老公拖到厕所马桶旁边扔着，一个礼拜不跟他讲，拿连帮他冲水，对不对？连冲都懒得冲，他把他拖到厕所，我因为我双方我都认识嘛，我问那个老婆你为什么拖到马桶旁边扔着，他说要吐就吐在浴室里啊，对，比较好整理，因为懒得帮你清那个什么客厅清沙发，那反正一个礼拜不跟他讲话，所以这个哈喝醉酒真的是，你看有可能。健康不好就算了，家庭可能也会破裂。对，这一定的啦。我就因为有喝酒喝掉过一个女朋友啊，喝掉过一个女朋友啊，就是因为喝酒然后分手的。因为我的工作的，我是说过我工作的关系，我不是爱喝，但是问题是我没办法节制。
那喝醉酒之后，可能回去会比较对他比较大声，到这边我就跟你说是对不起。一定的，这是一定的，所以很多还有我的朋友，我的同学喝到已经失禁了，就是整个就尿到裤子上面，瘫在那边了。有我看过人家那新闻，他就坐计程车啊，就把计程车弄得搞得都是那个味道，然后又要花钱要给计程车，这所以很多问题啦，这喝多了就是不好啦。哦，那你都是用什么方法解宿醉啊？我们平常哦，大部分也都是多喝水，哦，喝水，可是喝水喝太多会催吐哎。这我不清楚，会朱青一直点头。对，我另外一个习惯我也不知道对不对，我就觉得吐越多，醒得越快。我是不是都做错了？其实要看哦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胃的这个消化大概是2个小时，如果你在还没消化下去之前把它吐出来，其实是有助于酒精不会被吸收掉。对，我刚刚就讲说，你刚喝下去就吐，其实是很好的，是非常好的。还是不鼓励，因为我也是有朋友，就吐出来是冰的，其实这真的很伤，对，很伤，就是才刚刚进去哦。对，然后就全部就出来了。对，其实这个真的很伤，因为你长时间你的食道可能跟喉咙可能会灼伤。嗯，对，这个问题比较麻烦。这个我觉得每次吐真的都好清醒，对，吐完，所以我刚刚就讲说，我吐完还可以再继续喝，哎，就是因为喝太快了，喝太急，对，喝之前应该说吐之前脸是红的，吐完脸就变白了，就发白，但其实那样子偶尔一下子还好，但你常常这样哦，一个晚上如果比如说去男生如果去什么酒店啊，这样搞个几次哦，真的一个礼拜都很难复原，肝都坏了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，我肝指数很高啊，嗯。所以直接伤害到的，先从肝开始。确实是，对，我们可以去观察啊，身边如果真的是有长期酗酒的人，他们的 GOT、GPT， 他们的肝指数一定都是飙高的。嗯哼，而且但是我自己有这都有习惯去检查，因为长期这样喝酒，你也会怕，对不对？会怕，真的会怕。但是我这是这五年来哈，我的指数都是好的。嗯，就我这几年特别糟蹋自己。我觉得哇没啊诺啊，不行，我每次都懒得，我就这样继续这样。是到去年哈，到那个健检的医生告诉我，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这五年都是蓝色的字，嗯，那你就安心的喝。我讲他说你马上安心的走，为什么？他说这种东西很快，嗯，不是你想象的说你现在都懒得，你就天赋异禀，你天下无敌，你要怎么喝都不会倒。但是他说你现在都懒得，我告诉你，常常最状况的就是你明明 GDP 可能是1点多的，到最后马上就负了。突然之间就崩盘，所以我才被吓到，因为果然今年我都出现红字了，是啊，不要以为说前五年我自己天下无敌，不会，你要撑住啊，有志哥，你要撑住啊，要记得来搞两 P 啊，哎呦，那也得欧美够啦，因为我知道肝脏这个东西啊，我爸医生跟我讲说你肝脏坏了。它就是坏了，对，它没办法再修复。比如说我们割到手了，啊，可以有复原的能力，会结痂。肝脏坏了就是坏了，你只能维持住它目前的状况，不要再恶化下去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现在已经有年纪，所以我就很养生了，就开始比较不要那么多，偶尔好朋友喝一喝可以这样子，我不会喝那么多，喝那么多很可怕。确实是，而且我们常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啊，常常会有人喝酒暴毙，其实很可怕的是猛暴性肝炎。对，哦，哎，这个我一个朋友很年轻，20多岁，就这样猛暴性肝炎，他也救回来，有救回来。对，他有可能是平常的指数各方面都非常正常，但是他可能是瞬间造成的，那这种猛暴性肝炎很可怕，它可能一来的时候，可能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五天，感染可能就走了。有的就是5、6天就走了，很快，很快。对，这种是比较难预防的。而且不止肝哈，我好多，我觉得我最近也是因为开始是有警觉啦，所以我有好多朋友不止肝的问题，还有胰脏。胰脏很难发现，对不对？因为胰跟肝，看他住哪边，跟肝胆都在一起。胰脏住，我叫胰脏住树林。对不起，我离题了，对不起。然后胰脏好，那个以前是没有药的，你知道吗？以前胰脏癌，胰脏是在肝跟那个胆中间，那个里头你找不到它，所以呢，以前你只要得到胰脏炎，你要把这边剖一刀。而且不缝的，胰脏是不是跟胰岛素有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胰岛素跟胰脏，对吧？会扯远是啊，是啊，是同一个，对，同一个避不了，这里的一些排毒、新陈代谢，对，新陈代谢全部都坏掉，所以它会发炎。那你发炎，你唯一的方法呢，就是你把那个抽痰的那个机器，你不要缝起来了，它直接伸进去，每天抽3次，然后没有打麻药，直接进去，然后把那个白色的浓痰化，把它抽出来之后，还没完，你再拿铁钳子。沾棉花，再到
抽过胃跟肝进去肝之后，然后把那个胰的那个所有的脓全部吸干，再拿出来，一天三次。好，哎，希望这样听了大家可以吃得下饭哦，或者是听了之后先把饭拿到旁边，好好的顾自己的健康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刚刚提到就是说，有时候大家应酬免不了要少喝一点点，那到底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？真的是应该会有好的方法了，我想。好，稍微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喝酒会脸红跟天生的基因有关系，但你知道酒品也跟天生基因有关吗？我们发现患有 HTR2B 基因异常的人，这样子的人酒品通常都不太好，而且他们情绪失控，然后容易在酒后的时候会有一些不正常的行为，同时这也跟他平常情绪控制有关系。健康好简单，我是慧文，我是马里奥。我们刚刚提到，其实真的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啊，因为真的应酬，像我自己老公，我也不希望他喝，但是有时候是免不了。真的免不了，就是酌量喝。那但是我觉得哈，喝酒人就缺乏就是自制力，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止。你没有原则的人，我建议你就戒酒。对，有原则你可以喝酒。那我以前可能是因为工作关系必须要喝，现在我就是你照出来喝酒，我可以喝酒。比如说我就是喝这样子一杯的 whisky， 我今天就是喝这样。这样子量其实也多了，就是一个米杯这样子哦。我今天只喝这样子，我喝完了我就不会再碰了。对，那有要有原则啦。对，我要看到维明，那你怎么样来保护？你还很年轻，我想你一定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吧。我想，我们是想啦，可是有时候常常在工作啊，然后长官的压力啊，朋友的压力，就像刚才讲有拱的时候啊，那还是借口，都是借口。那你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呢？如果说想要最好的方法，当然是少喝嘛。对，或者是不喝。对，就是不喝。那就是如果我们当然就这样，如果你不要自己喝，就是找别人喝，就只有拱别人喝，我们只能这个办法。其实我觉得拱酒这个文化我不喜欢哎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在喝酒是好朋友，可是你要有个观念哦，会拱你喝酒的这些人绝对不是你的好朋友。酒肉朋友。对，你要有这个观念。如果你说如果跟你讲今天说，哎，维明，你不喝就不是我的朋友。如果你讲这种话，你跟我讲说，马哥你不喝酒，你不喝这杯就不是我朋友，我就跟你讲说，那我就不用你这个朋友，因为你在害我。如果今天我出了什么状况，我出了什么事情，我肝不好了，我将来要怎么样了，你要照顾我吗？你要不要来照顾我？今天是我的老婆在照顾我，所以你是在害我，这种绝对不是好朋友。所以这种拱酒文化在这边都跟大家讲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好朋友，就不要拱他喝酒。每个人喝多少是不一样的嘛，你可以喝一瓶，我只能喝半瓶，你不能把我跟你相提并论嘛。对，哎，像这样子，我们怎么样去保护他们呢？哎，我们现在好像变成母鸡，要保护我们的小鸡了。确实是哈，因为如果你是长时间喝酒，或者是你是长时间，其实业务不只是喝酒，包括你可能会有熬夜啦，对，或者是生活作息会比较疲劳等等。其实有一些食物是还不错了，针对我们肝脏的机能可以提升的。好，我们讲蛤蜊，我有吃，因为蛤蜊含有优质蛋白质，里头的这些氨基酸其实是有帮助提升机能代谢，包括绿茶，绿茶也可以，对，绿茶它具有抗氧化的能力，对，然后包括像红枣、羊菇、牛蒡等等，牛蒡，对，牛蒡我超爱，牛蒡其实牛蒡茶，它其实含有多糖体，它还有一些黄酮类，其实它抗氧化的成分。是非常好的，是好的，可是我最近我在就是有牛蒡丝那种，对，还有刚刚讲的牛蒡茶，那个我哪一个比较好？其实如果你是吃丝的话，你还会把纤维吃进去。对。可是它那个是我有志哥当时处理过，你是不是脆脆的？对，我觉得那个好像就那个有炸过，好像就如果炸过营养素会比较容易。对啊，你那个是脆脆的，下酒蛮好的。我就知道你讲的是那个，又差了，配清酒还不错。对。然后其实目前有一个比较新的成分叫做青藻。青藻这个没听过，这个应该大家比较少。你上面没有青哦，有青藻。青藻，因为目前我们吃青藻是我们那个枣子吗？对，但是我们枣子都吃成熟的，但是我讲的是绿色，比较酸，就是它还没成熟之前，它的可以做蜜饯的那个会比较酸。不是，你是说我们绿色的那个水果的枣？有一种枣子是做蜜饯，就是水果那个枣，但是是还没成熟的。对，我们叫青藻的幼果，就是它还在小时候还没成熟之前，它里面的黄酮类很特别，包括其实国际的一些学术期刊有研究，它发现它里面的这个黄酮类对于肝脏
的机能的调节是有很好的帮助。那问题是我们怎么会去？我们也哪买得到那个东西？连看都没看过。老板给我来两斤那个没有熟的青枣。没有，既然黑的猪青说不好，两斤。结果老板跟你讲说，那麻烦你明天请早。对，然后其实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，包括牛磺酸、五味子等等，这个我知道。对，这几个是大家比较熟知的，就是对肝脏是有保护的。是，我也觉得青枣我不懂，我们自己那买来吃可以吗？第一个就是你买不到。啊，对，哎，明天请早啊！对，你明天请早还是买不到，还买不到，应该是明年嘛，因为枣子一年只产一季，啊，还有明年在过年的时候才有产。那因为其实这个枣类、枣子类的，那因为叫青枣，大家如果对这个我们传统的五行有概念的话，我们肝脏属木嘛，那你要固肝的话，你就要吃绿色的东西，青绿色的，就是青枣。那你说等它太熟了以后，它其实就是我们吃，现在吃枣子都很甜，对，台湾的水果牛奶枣、蜜枣都很甜。那其实它的那些酵性成分已经不太够了，要吃绿，就要吃绿的比较好。对，要吃青绿色小颗的时候，它的这个青枣梅子。对，那但是一般大家买不到嘛，所以现在都已经有一些萃取的产品哦，有一些萃取的东西，那把它萃取起来呢，然后如果你平常哦在使用的时候有搭配像这个五味子啊，五味子有，我有吃，都知道对肝脏好，然后牛磺酸有，我有吃，我龙伯家呢。你因为你很健康，你又不喝酒，对啊，你留一点给喝酒的人吃嘛。是，而且他们家连米酒都没有啊。那人来讲啦，我用的什么绍兴酒啊，现在来煮饭啦。那是炖肉的，对，豪气，哎，那其实这个其实除了老婆帮老公准备以外啊，因为老公这个拼事业嘛，养家很辛苦。那还有这个，如果妈妈哦，那女儿也长大了，二十来岁，十几二十岁，喜欢出去玩，那个也要特别要小心哦。当然，你就是尽量要看好嘛。可是有时候没办法，小女生喜欢出去玩，对。但是这酒喝多了，要是喝醉了，那就被人家捡尸。对，就提早做阿嬷，这就是很划不来的事。这个是真的，这又是社会案件了。那其实捡尸这件事情哦，这个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的讨厌、痛恨这件事。因为我之前我的朋友啊，他有一个经验，他不是被这个是这样子，男生呢就看到这个女生其实喜欢他很久，然后女生喝醉了，想说趁机啊，看能不能更进一步，吃豆腐，把他带到家里，然后嘞正想要这个有进一步的时候，就脸靠近想要偷亲人家一下，结果这人生的恶有恶报就是这样，就这个女生呢，她刚好可能被压到肚子还是怎样，吐，就一个。喷泉啊，直接嘴对嘴啊，那叫涌泉啊，全中啊，完全接收。这男生后来就跟我说，就是后来洗沙发都洗了一个礼拜，那个味道洗不掉的。所以我们就要告诉观众朋友们，如果呢你以后想要捡尸的话，你先想想这个故事，你想不想被吐的一身？如果你不想，就千万不要捡。那当然，女性朋友一定要保护自己。那如果小女生不懂事，妈妈的话，当然你要叮咛她嘛，不要喝太多。那当然呢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平常也把他的肝脏顾好一点，免得喝一喝啊，喝醉啦什么，那很麻烦。对，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平常不只是说常应酬上班族，我们要照顾小朋友也是，年轻人也是要照顾。哦，这个酒是很奥妙，就是一个小小一个这种液体，可以让你很开心。然后他也同时有时候说真的，反过来哲学家的思考，他可以帮助你看清朋友，是吗？就像你刚刚讲的吗？对，这个酒品。很好，很容易认清男孩子的，也认清女孩子。这个人一喝了酒变成什么样子，完全现出原形了，那就帮助你提早认识这个男生。哦，可是就我站在人妻人母的角度，我觉得这怎么样把他们顾好比较重要吧。是啊，是啊，就是应该要知道说如何去避免。我也不希望他们喝，但是有时候就是没办法。那你刚刚说这些是可以保护肝脏机能的，那我们总，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，有没有比较简单比较快的方法？好，那其实呢，第一个哦，我们一定要先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，酒适量，真的叫适量，那你自己要有节制，因为我们不是在说什么这个预防方法都没效，是说实在你喝的够多的话，过多的话，说实在，应该伤身了啦。医生都救不好，这是中庸之道嘛。过于不及都不好。对，因为像之前我记得，因为我住台中，之前台中有个女大学生跟人家打赌，喝高粱酒，然后一瓶喝完就走了，过世了。对，那这个其实说，所以说量过多的话，什么都没用。那如果呢，你真的不管是工作也好，或者是生活习惯也好，你真的不得已常常要
有喝酒的机会，那你平常在你不喝酒的时候，你就要把自己的肝脏养好。那也不要去相信市面上有时候也是卖一些东西，说你喝完酒，哎，这罐喝下去，吃什么酒驾都不会就不会抓你了。对，哦，那其实以目前实验证实，没有，通通都没效。对。全部都没效，所以不要被骗钱了。对，不要被骗了。那也不是说什么你喝两罐矿泉水，没有用，然后就是什么流汗，你还是不会过啊。哦，所以千万不要去赌这个。那最好就是你平常把自己的身体养好，嗯，那你就用一些保养的，就平常吃的健康一点，肝脏好了，你遇到酒的时候，你比较有办法承受去分解。对，嗯，那要不然你说那个有没有什么？马上吃一颗药啊，或者是什么喝一罐东西就不会醉，就都是外力了，绝对都是骗人。有的是说什么喝前吃两颗，好喝后吃两颗，然后或者是喝完后吃喝一罐这个。对，其实当然这些都有很多的 people， 比如说我们要喝酒前多吃点肥的东西，对，嗯，猪油啊，比如说就是那个比如说推口那种比较固胃壁，其实这个都是有多少会有点可信度，但基本上我觉得个人的有些体质还是有很大的明显差异，而且你喝过某一个量你都是一样，什么都一样，谁都倒了，哇靠。其实站在我的立场，我都觉得不要碰最好。好啊，万一要碰的话，其实真的你就是把身体的顾好，就一点点。待会你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你们怎么样保护自己的经验啦。好，哎，像我是不喝啦，所以我提供的可能没有经验值，但是现场有四位帅哥可以提供给大家，马上回来。生活好智慧，健康好简单。哎，其实我刚刚一再强调我的立场，就是酒能够不碰就不碰。对，好，可是我自己老公也没办法，有时候应酬就是小喝，那就是要怎么样好好的保护他的肝脏，啊，我想这应该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当然当然，我刚刚有提到过，就是肝脏这个东西呢，跟皮肤这不一样，你只要一坏了之后，它没办法修复，它只能就是让你在维持现状。所以我们现在说真的，我的爸爸他今年72岁，是，我是说的，我爸爸他年轻的时候当然喜欢喝点小酒，还没到酗酒，就是他跟朋友多可能多喝一点。哎，很多人是还是有这种习惯。对，那大概从50几岁之后，他就已经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去喝嘛。嗯，可是他几乎，一个礼拜7天，可能大概有4天会喝那种拜拜的那种小的玻璃杯的高粱酒，大概喝大概2杯到3杯，嗯，就散拎啦，就喝一点点，消遣一下。对，那后来因为他过年前出了个车祸，那照那个 X 光这些东西。发现他的食道啊有这个有静脉曲张，嗯，啊，你们会觉得奇怪啊，食道也有，为什么食道会造出有静脉曲张？因为食道上有血管包覆着嘛，嗯，他说因为你爸爸的肝已经有硬化到一个程度了，硬化，哎，会压到，这个就是压迫到这个血管，所以才会有静脉曲张。哎，他们说三部曲，什么肝硬化之后就是那个，哎，肝炎、肝硬化，然后肝癌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不是很紧张？我当然会紧张，可是他72岁，可是就是说他已经硬化到一个程度了。记得哦，硬化的东西它不会再软化，所以就是说不要尽量就少喝了。对，而且比较严重是说肝脏它没有痛觉。对，通常你不会有感觉说有什么问题，通常都是去检查。其实他这个就而且还是意外检查，严重到影响到其他器官。就因为车祸才他说你爸爸现在你爸爸的肝已经硬化了，所以我听到其实很难过。一定啊，那我基本上就说我跟我妈讲说，我爸那时候在昏迷嘛，我就说啊不要再让爸爸喝酒了。可是说真的，就是他现在72岁，你不喝，他唯一的一个小小乐就是喝，他也不多，他就是拜拜那种小的玻璃杯，大概2杯3杯，就配一点乌鱼子，或者这是他唯一的乐趣。哎，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做子女的为难的地方。你觉得我要怎么做？我不知道，我要问营养师，要问有志，要问正立生物专家。我看到好那么多的哈，包括马六，你讲你父亲，我们讲的这个，我有一个同业的前辈也是，他是一个自由时报非常资深的一个社会记者，他都奉行那一句话，就是酒量等于工作量，害死他了。而且真的，他那时候每天就是一定要喝完醉醺醺到报社，人家长官才会认为说他今天有跑到新闻。就他因为他这样子，他后来没办法，他就离开了。我想说他应该健康好多了，就他离开了去开卡拉 OK。
更惨哦，更惨。然后他离开自由时报呢，是身上只剩下20几万，嗯，结果呢开了卡拉 OK 去经营去什么，结果刚刚大家讲的是慢慢的，你知道，后来他猛爆性肝炎，哦，刚刚也有提到，他肝功能指数到3000多，快4000，就完了。他那时候一送进去医院的时候，2天就走了，就走了，2天就走了。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啊，他应该这样子拼嘛，用自己的生命来拼，用你的肝来拼，那你的存款应该不少。结果你知道吗？我后来清他的存款不过才40万。嗯，他用多这个钱，然后来换你自己一颗肝。然后我们这样看着他40几岁就离开，何必？那朱青要不要给大家最后一个提醒？其实健康真的还是要提早，要把健康储存起来，不要太早把它挥霍掉。其实肝脏也是。肝脏其实是一个沉默的器官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重视它。对啊，因为等到真的不舒服的时候检查，所以很多人检查肝的问题啊。我现在我是46嘛，他们说满45岁啊就有一个免费的健康检查，我就是加了点钱，肝功能指数，我大概知道我的肝大概有点脂肪肝，但是等到你真的痛的时候，已经是2期、3期了哇！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、观众朋友讲，就是肝的问题不是你用肉眼看得到的。对，等到你觉得。哎，不对咯，你再看没糊啊，来不及了。有正力。那其实像马利奥刚刚讲到你父亲的状况，那这个其实大家也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才好。但是我们从积极的方向来看，其实呢，肝脏的很多病变发生的几率，是我们事前就可以用基因检测就可以测得出来。对这个，对。那其实如果那当然令尊那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些科技，对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些科技，我们对自己健康又比较重视，不希望这样的状况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，那其实我们可以用基因检测就了解到，比如说如果你我20几岁的时候，对，如果我就知道，哎，原来我肝硬化风险很高，甚至我搞不好肝癌的风险很高，对。那我是不是以后人家说喝酒，我就真的做到滴酒不沾？是，因为其实有时候社会上很妙，有些滴酒不沾的人呢，大家也不会逼他喝。那你就是要偶尔喝一点的那种，大家就最喜欢弄你。对，就是想要看你出丑的样子，就是这样的。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酒还是老话一句，不要去碰它。那真的没有办法，其实把身体的照顾好，然后喝一点点就好，这样子照顾我们自己，也保护我们的家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刚刚看到他们那边有写一个脂肪肝，我就对。对啊。哦，所以这个很恐怖，这个。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你自己可能脂肪肝风险很高，你可能就不会去酒吧工作了。OK， 好了，反正这个跟大家就是奉劝大家一句话而已啦，小心肝。对，有任何问题呢，就拨打我们的这个语音专线，我们会有专人来告知你如何保卫你的小心肝。哎，欢迎大家收看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真的要小心肝。嗯。多看看。哦，你说你呢？还是有救啦。我们现在还有肝本身。有用吗？营养师摇头了。对啊。而且。等一下。